正间的马桶旁就要用这样的垃圾桶，按压开盖的设计不仅能避免尴尬垃圾，还能阻隔异味。双层的设计套垃圾袋非常简单方便，套上外层盖子就能隐藏垃圾袋了。窄缝的设计把它放在缝隙里更方便，不管是把它放在客厅还是放在卧室，都是既美观又方便。